即摆总统李伟大选选情激烈，李伟候选人纷纷把何处抽签的机会，伫支持者陪同来到选委会门口做势，做出竞选的口号来争取选民认同。非常站立呢，它就会让我有非常的运气，然后非常好的运气呢，我就可以抽到一个最强的号次，这个最强的号次就会成为我们最强的力量，可以冲冲冲的力量。得说候选人有动员支持者做势拼人气，去媒体讲讲。不过候选人林俊贤则是伫两三位幕僚陪同的前来抽签。当两位候选人抽签留在做势同时，登记参选立委的国民党党市员王家珍，却已经被中选会判定刊写伪造文书，反映无符合参选资格。不过，伊伫红西甲支持者小厅，头白布条啊，来到党市选会门外静坐，抗议违反宪法，将继续争取基本参政权。那今天下午，我会去台北，在我的律师陪同之下去台北开庭。那我们相信，我们仍然抱着最大的厚望，认为中华民国的最高法院、行政法庭，是非常知道法理宪政是来保护善良，的公民的。政治当中，李伟候选人陈奕迅甲姚正玉等人嘛，对战陪同声援，针对记者询问，敢是要继续竞选活动？王家珍回应，伊是现任市议员，为国民党好抗配努力争取支持，嘛是伊的职责。台湾新闻，军籍何乔邦采访过的。